实力最强的四大巨星是谁？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但大多数情况下，人们会从詹姆斯、杜兰特、库里、哈登、威少、伦纳德、浓眉哥这些球员中去选择。但事实上，16-17的季后赛表现可以说给出了人们最想要的答案。毕竟季后赛才是真正考验巨星的舞台。没错，这四个人就是詹姆斯、杜兰特、伦纳德、库里。整个16-17季后赛，詹姆斯场均砍下 32.8 分，两分命中率 62.5%， 三分命中率 41.1%， 整体命中率 56.5%， 有效命中率 62.2%， 真实命中率 64.9%。 杜兰特场均 28.5 分，两分命中率 61%， 三分命中率 44.2%，整体命中率 55.6%， 有效命中率 62.7%， 真实命中率 68.3%。 伦纳德场均 27.7 分，两分命中率 55.1%， 三分命中率 45.5%， 整体命中率 52.5%， 有效命中率 58.7%， 真实命中率 67.2%。 库里场均 28.1 分，两分命中率 56.4%， 三分命中率 41.9%， 整体命中率 48.4%， 有效命中率 59.9%， 真实命中率 65.9%。 这是什么概念呢？这四大球星在同一个季后赛都打出了历史级别的进攻效率。好吧，看看下面这个图。 NBA 历史上当个季后赛达成场均砍下27分加 48% 以上，命中率加 40% 以上，三分命中率加 64% 真实命中率，单赛季至少出战了10场季后赛的情况只有5次。而詹姆斯、杜兰特、库里、伦纳德16-17赛季就占据了其中4个席位，另外一个还是詹姆斯。13-14赛季，勒布朗在季后赛场均 27.4 分命中率 56.5%， 三分命中率 40.7%， 真实命中率 66.8%。 好吧，把难度缩小一点，即便是单赛季季后赛达成场均25分加 48% 以上，命中率加 40% 以上，三分命中率加 60% 真实命中率， NBA 历史上也不过出现了9次迈克海尔基本没有投三分，可以忽略。现在想起来真是细思恐极，谁能想到詹姆斯、杜兰特、库里、伦纳德能同时打出如此惊艳的季后赛表现。四人可以说携手创造了历史，当个季后赛能有两人同时打出这样的进攻效率已经非常罕见，更别说四人。或许这也是为什么马刺不肯轻易放走伦纳德的原因所在吧。他们比谁都清楚健康的卡哇伊有着怎么样的实力，更不用说伦纳德还拿过两次 DPOY。